民国初心要无敌谁，领袖的洪兴山能够不沾停止的剑魂继续前进。就在今日，这场漫长的比试终于有了结果。天干两条桥顶不朽的信仰，由天而降。观天云说风行地火落火，天地寒霜醉红尘，修火惊火，流金岁月难忘地球人，故忘魂烟流红之魂。无留剑风之魂，剑皮一丘陵，求为路，求为路。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，胜败几分，结果好像不如你所愿。可惜，魔流剑败，就这样人手不符合你的个性。魔流剑失败，红之魂却胜出。咦，人不动，剑不动。结果当然也不懂，你的个性依然无改，剑皮始终不变，停留原地便是落幕。听起来你的剑法似乎进入新的境界，我相信你有相当的智慧，我会将你释放的，准备第二次的比试吧。好，就在阴灵山。有何不可？哈哈，到底行吧。行，流金岁月难忘风之魂，啊，不对了，是难忘一丘陵。哈哈哈哈。